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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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Play。Single defense, double defense, triple defense。啊，那我们先来一个 triple defense 啊。要开什么盘？我也不知道要开什么盘，等等再研究。哦哈，塔一个50块。我看看，中间这是主堡嘛？会从这三条路打过来。OK， 我有多少？我有950块。第二座60啊。哦，每一次加10块，好像跟上次玩那个算法很像哦。好，先每条路都一座，加长，加长一次多少？怎么加长怪就来啦？哦，我可以加长两次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加长就来怪嘞。所有的塔加一点伤害对盾牌，好，不知道怪是什么时候会来欸。要不然这里盖一个，要不然这里也盖一个，要不然这里也盖一个，好，完美，就是塔防啊，这个就是塔防啊。可以选目标欸，其实随便吧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其他的塔欸。欸，哭啊，把它卖掉了。升级的话我看看啊，对盾牌伤害、装甲伤害跟生命伤害。好，管他，都先点生命伤害吧。塔多盖一点啦。好，这样子加长，噔噔噔，选个角哦，这是什么？盗贼之塔，这款最近好像超级爆红，大家知道这个怪物的血量是什么类型的？黄条，黄条应该就是护甲型的吧？这条路应该可以再加长一点。只能说最近爆红的都是这种类型的游戏。我刚刚那个塔是自己升级了，是不是？好像有点怪怪，打装甲一滴，损失一点伤害，但是可以暴击，可以电旁边的敌人。电旁边的敌人好了，来闪电，一看就知道，那你放珠宝旁边，来加长，啊，这个 BGM 超级大声的。漏开边了，漏开边了。好，明白了。哎，塔防难不倒我的，轻轻松松。